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 过去我很爱你, 现在我也很爱你, 以后我还会很爱你。 过去我很爱你, 现在我也很爱你, 以后我还会很爱你。 过去我很爱你, 现在我也很爱你, 以后我还会很爱你。 校长每个星期二都来学校检查老师们的工作。 校长每个星期二都来学校检查老师们的工作。 我的爸爸是体育老师。 他工作很认真。他今年教三年级的学生。 他今年教三年级的学生。今年他们的成绩都提高了。 今年他们的成绩都提高了。今年他们的成绩都提高了。他白天给学生讲课。 他白天给学生讲课。他晚上给我讲故事。 他晚上给我讲故事。他讲的故事很有意思。 他讲的故事很有意思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。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。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。你的声音很好听。你的声音很好听。你的声音很好听。你的声音使我觉得很舒服。你的声音使我觉得很舒服。你的声音使我觉得很舒服。你能听清楚吗？你能听清楚吗？你能听清楚吗？我听不清楚。我听不清楚。我听不清楚。我听不见你，也看不见你。我听不见你，也看不见你。我听不见你，也看不见你。汉语难不难？汉语难不难？汉语难不难？放心，汉语不太难。放心，汉语不太难。放心，汉语不太难。过马路的时候，请注意车。过马路的时候，请注意车。过马路的时候，请注意车。我有一个哥哥。我有一个哥哥。我有一个哥哥。我家里有四口人。我家里有四口人。我家里有四口人。我们都喜欢画画。
我们都喜欢画画。我们都喜欢画画。从大学到我家，坐公共汽车要三站。从大学到我家，坐公共汽车要三站。从大学到我家，坐公共汽车要三站。苹果是一种水果。苹果是一种水果。苹果是一种水果。蓝色是一种颜色。蓝色是一种颜色。蓝色是一种颜色。今天我读了一段课文。今天我读了一段课文。今天我读了一段课文。她又漂亮又聪明。她又漂亮又聪明。她又漂亮又聪明。昨天他又画了一张画。昨天他又画了一张画。昨天他又画了一张画。他对画画很有热情。他对画画很有热情。他对画画很有热情。他画画的时候很安静。他画画的时候很安静。他画画的时候很安静。他喜欢在很漂亮的环境里画画。他喜欢在很漂亮的环境里画画。他喜欢在很漂亮的环境里画画。今天我坐出租车来学校。今天我坐出租车来学校。今天我坐出租车来学校。
坐出租车来学校很方便。坐出租车来学校很方便。坐出租车来学校很方便。你怎么来学校？你怎么来学校？你怎么来学校？你怎么去学校？你怎么去学校？你怎么去学校？前天我十点就睡觉了。前天我十点就睡觉了。前天我十点就睡觉了。前天我十点半睡觉。前天我十点半睡觉。前天我十点半睡觉。前天我十一点才睡觉。前天我十一点才睡觉。前天我十一点才睡觉。九点去睡觉很健康。九点去睡觉很健康。九点去睡觉很健康。我的孩子生病了。我的孩子生病了。我的孩子生病了。现在我要回家照顾他。现在我要回家照顾他。现在我要回家照顾他。锻炼对身体很好。锻炼对身体很好。锻炼对身体很好。他每天早上锻炼身体。他每天早上锻炼身体。他每天早上锻炼身体。我有一个书店。
我有一个书店。我有一个书店。但是政府要求我关店。但是政府要求我关店。但是政府要求我关店。我必须关书店。我必须关书店。我必须关书店。然后我要搬家。然后我要搬家。然后我要搬家。然后我要离开中国。然后我要离开中国。然后我要离开中国。政府要求我下个月以前离开中国。政府要求我下个月以前离开中国。政府要求我下个月以前离开中国。我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。我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。我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。